昨天晚上发现他这肚子里估计着都是寄生虫，他总是一直要吐，吐那种绦虫跟那个蛔虫，所以上京东给他买了一份驱虫的药。今天看样子精神多了，不是喂他吃药，我已经把包装打开了，用于动物血吸虫病，也用于绦虫病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药给他吃下去。吃下去以后不知道有什么反应，可能排泄，把寄生虫什么的都排泄出来。今天看样子精神挺好啊，大哥，睡觉也睡足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还挺高冷，就是一直趴着，可能离开兄弟姐妹，有点不适应吧。充满着忧郁的眼神呢。睡吧，继续睡。开始活动了，开始熟悉环境。